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X 区的一片云洪佩云。第三届总选呢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次也是作为五期生第一次参加总选，在第二届总选的舞台上呢，和大家第一次见面了。从初亮相到现在这段时间里，在自身不断进步的同时，认识了你们，很开心能够作为偶像带给你们正能量，和你们一起前进，在你们的见证下变得越来越好。然后对于总选的展望呢，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。但是因为自己是后辈，而且自己也不是一个很会表达的人，所以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回答。但是这次我想说，如果是做梦的话，就要做得大一点。今年我的目标就是进圈。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狂妄自大的人，但是不管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，不管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个目标，我都会一直脚踏实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前进。然后一定会让自己的实力配得上自己所站在的位置，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，一定会成为一个让你们骄傲的偶像。谢谢大家。